12个星座不能碰的底线在哪里，请参考太阳、月亮、上升、金星和水星。白羊座，白羊座不喜欢被束缚和限制，他们的底线通常是自由和独立，他们也不喜欢被忽视或不被尊重，这可能会引发他们的愤怒和反抗。金牛座，金牛座非常重视稳定和安全感，他们的底线通常涉及财务和物质安全，他们也不喜欢被强迫做不喜欢的事情，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和不满。双子座，双子座喜欢变化和多样性，他们的底线是保持灵活和自由，他们也不喜欢被限制在狭窄的思维或行为模式中，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无聊和压抑。巨蟹座，巨蟹座非常重视家庭和情感，他们的底线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情感安全，他们也不喜欢被忽视或不被理解，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和受伤。狮子座，狮子座自尊心强，喜欢受到尊重和赞美，他们的底线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，他们也不喜欢被质疑或批评，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自信心和形象。处女座，处女座注重细节和完美，他们的底线是保持高标准和秩序，他们也不喜欢被指责或批评，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沮丧和自责。喜欢就关注哦。